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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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请翻到成唯识论音响补仪卷七之三第九页第十八行。今天是我们第318讲次，3月1号2015年四随三智转之。我们先看看下面讲什么。四是第四个我们要说的，随三智转智。要知道智怎么来，智从知来的，没有知也就没有智，有知，知里面没有贪嗔痴，没有我的执着，就叫做智。各位还知道什么叫真理吗？真理就是世间智或世间知里面没有我的执着，没有我的利益，没有我的贪嗔痴，就叫做真如，就叫真如。真理呢是装真如的，真理是空性的，它装真如，所以真理跟真如两个合在一块儿。真理是永恒的，我们不是说真理是永恒的吗？耶稣基督就是说我就是真理啊。所以很多人这个基督教的人就说了，耶稣说的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是什么呢？要怎么做到呢？没人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真理。我问了10个10个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真理。真理既然是永恒的，真理是道路，真理就是空，空性。真理空性里面有东西啊，就是真如。如就是不动，也就是真如，就是世间知，世间智里面没有忘我在里面，那个叫做真理。各位要会啊，因为你就是佛教徒啊，100个里面大概也找不到一个会的。这是咱老师教的，要牢牢的记住。如果你把这个懂了之后，一部楞严经你就懂了。5音6入12处18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妙，你看里面真如带出来了，真如性，真如的性就是世间知，世间智里面没有贪嗔痴的我在里面。妙就是没有我。然后呢，这个就跟真理，本如来藏是真理，空性的，藏性是空性的，就两个就合来，上面是真理，下面是真如，合在一块了，对不对？5音6入12处18界，就是我们刚上了大般若经一样，平等法性里面没有贪，但是不离贪，没有嗔不离嗔，没有三七道品不离三七道品，就是这个讲法，就是中道。随三智转智，一随自在者智转智，这是第一个。为以正得心自在者，随欲转变地等皆成，尽若实有，如何可变？二，随观察者智转智，为得圣定修法观者，随观
一境众相现前，境若是真，临随心转。三，随无分别智转智，为起证实无分别智，一切境相皆不现前，境若是实，何容不现。那么就是说菩萨的智怎么用的，你们先看看它这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我们先讲后面的合想，然后你再回到前面的这个长行才懂。合想中进云，第四，随三智转转智者，一，随自在者智转智，即是菩萨起智观自所变之境，皆不离我能变之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视其为是，为八地已去菩萨能任运变大地为黄金，脚长河为疏落，此是境随其，此是境随真智转，所变是皆成。转者改换旧执意，即水转大地山河，旧执成金银等，众生实得受用。锻炼作诸器具皆得，若离心有外实境者，如何山河等能随菩萨心？变为金银等物，以相分本质，皆悉转故，故知一切诸境皆不离菩萨能变之心，乃至一生亦能变火为水，变昼为夜，点铁成金等，使皆是境随事智转，所变事皆成，亦是为是。那八地上的菩萨人法二空，在空性里面他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随自在者，自在是八地上菩萨，随自在者的智来转，就是菩萨起智，菩萨他要度众生的时候他才起智。观自所变之境，外层的一切，外层他可以转变，外层转变是不离开我，这个是真我，菩萨的真我。这个我是能变的心，心就是我。视其为是，为是神，是是分别。为八地已去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叫意，到九地的八地以上菩萨就一生生。开始有意生生，只要念头一起，他的身就现。九地菩萨是正式的现意生生，意就是一根的意，生就是升起的生，生就是身体的生，意生生，意就是一根的意，生一根一起生，他就现出来一个色身的。说菩萨要度众生的时候，观音菩萨要度众生，他要到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的众生，这个人的根基该成熟了，观音菩萨他的这个念一起，他就到这个地方来，他就让你看到是这个形象。我们以前不是发生过一次吗？观音菩萨到这儿来，对不对？一个白人的太太的样子，非常洁净，衣服非常朴素，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进来之后呢，他就看看我们有佛书嘛，放在这边，英文的佛书啊，也有中文的佛书啊。他翻翻中文佛书，翻翻英文佛书。他走之前呢，就让我们看到了，他就拿了那个做梳洗的那个卷的卷梳洗那个竹帘子，
拿起来看看，然后他又拿了那个紫菜拿起来看看，把它放回去。就是老师告诉我，他最后看到的景象是这一个很洁净的这个白人中年的这个太太拿起来看了之后离开了。他正踏出门的时候，老师突然之间明白了，追出去没有影子。你告诉什么？紫竹林。谁是住在紫竹林呢？观世音菩萨。老师突然明白，紫竹林还看中文书。这就是菩萨现身。你不知道前脚踏出那一步的时候，他恍然大悟，没影子。这就是这个，因为你如果有这个经历的时候，你对这个论上面所说的你就相信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以自我的心来来想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能的。佛弟子有个好处，佛弟子他相信佛讲的话，相信经上讲，相信论讲的，所以就能够很快的进入。尤其是你有经验之后，你很快的进入，深信不疑。可是对于一般人，他是深深的不信，这两个有点极端的。这种不信的人蛮可怜的，他很难入佛门，他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科学的事情，搞迷信的事。所以我们这里说是其为是，他的是里面就有一生生的种，一生生的一根一根一起就现了色身，为八地以去菩萨，八地以上的，以去就以上的菩萨，能任运变大地为黄金。他可以把他要度一个众生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一个人吗？他要度一个人的时候，他拿起来一块石头就变黄金了，拿起来一块石头变黄金了。那问他，就问那个小孩说，好不好？好，如果不要黄金，我要你那个手指头，你手指拿什么就变黄金。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听的一些东西，一些事情，我们认为是无稽之谈，很多是真的，但是经历的人是少之又少，所以他可以任运变大地为黄金，脚长河为疏落。你说耶稣基督，耶稣带领的一批人，带领一些以色列人经过红河要逃离追兵，他那个西藏一举河分两边的，是真的，不是迷信。圣经上讲的也都是真的，只是没有经历过人就不信。后来我在看到科学报道说是真的，因为怎么是真的。脚长河为疏落，长河变成疏落，此是境随真自转，是外层随着菩萨的真如实质来转的，把外层给转变，所变事成。你不要羡慕啊，这是本领啊，你不要光想要这个本领，要这个结果，而是要自己的修学。修学当中是非常辛苦的，你要一尘不染，完全没有贪嗔痴，完全是为众生的利益，而且完全没有爱欲。贪就是水啊，贪心一起就把我们向下沉了。嗔心是火啊，火烧功德林。你不要看到菩萨这种果报你好羡慕，可是菩萨的修为，菩萨的那一种严格的修为都不是我们能够忍受的。你说我们道场吧，都还觉得我太紧了，管得太紧。我们道场其实也是蛮松的，要真正证到菩萨的修为还很远很远的，可是有些人都觉得太紧了。可是看到菩萨的果，你看我们读到华严经里面这个菩萨那个菩萨，好羡慕对吗？可是我读到这个菩萨的名的时候，我都是觉得真是不容易。
一点的贪恋都没有，一点爱欲都没有。你说摩耶夫人吧，每尊佛都是他，都是母亲，但是小孩生下来他就死了，他还要做每一尊的佛的母亲。哪一个孩子生下来母亲不疼啊，他就要死。然后他的先生净饭王另外再娶，他看到吗？他看到，他都看到，他都看到。换成一般人会不会生气啊？会生气。所以做佛母也是不是很容易的，太难太难了。既不能够对自己出生的这个孩子来抱一抱来养大，还要看着自己的先生娶了另外的女人。一般女人痛不痛苦？痛苦，当然痛苦。她是十地藏的菩萨才能够做这种事，等于是佛了。所以菩萨是不容易的，不要把菩萨想得太简单，随便就被叫人家叫你菩萨，没那个资格。转者改换旧旨意，即水转大地山河，旧旨成金银等，就把原来的可以把它转变成为另外一个。我在这里跟各位解释，我们既然有能力把旧房子给拆了，然后改成一个自己所想要的房子，可以吗？可以的，是不是？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把一件旧衣服把它改一改，像新衣服一样，也可以的。我们可以把旧桌子，破破烂桌子把它修理修理，然后再涂涂漆，像个新的一样。那菩萨有没有本领呢？他把原来的大地，他可以，大地里面本来就有金属，它不是凭空变的。地里面有没有金属啊？有啊。他把那个金属通通集中在一块儿，那心念他把他地里面的金属集在这个黄金集在一块儿，他又成了黄金了，他可以变的。众生实得受用，众生可以加工，加工之后变成什么？锻炼做诸器具，你比如说金子。把它打成项链、戒指、耳环等等，俱皆得。若离心有外实境者，如何山河等能随菩萨心变为金银等物？以相分本质，皆须转故，故知一切诸境皆不离菩萨能变之心。同样的，我们能够转变，就是转变现的东西成为另外一个。那菩萨也是可以啊，他也是可以转变现有的东西成为另外一个，他本领比我们高啊。你这样去思维，你就了解了。很多人把破破烂的旧房子，把它装修整理之后，变成新房子就卖了嘛，是吧？那菩萨也是把现有的大地里面的一切东西，他也可以变啊。他把这个河水啊，他也可以这一段变成疏落，可以啊，是可以的。所以外层的一切境都不离开菩萨能变之心，所以你看这个心啊，太可怕了，不把心管好，心就造恶，造极恶的恶。心管好，它可以做极善，一般人说是奇迹，乃至一生亦能变火为水。一生到处轮回众生，也能够把火成为水啊。为什么呢？我们煮东西的时候，煮东西要让这个东西让它软一点，烧茄子要软一点。有人烧茄子是在油里面炸，你要知道这个油，这个茄子啊，它很吸油的，所以在餐厅里面它的那个茄子就丢在油里面，很快的出来，而且它的颜色不会变，它紫色还是很好看。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呢，
你用小火把它焖，火的加热在锅盖上面就为水，它就是水啊，火就是变成的加热之后成为水，变奏文液，点铁成金等。什么叫变奏文液啊？水龙王啊，水龙王可以变奏文液，为什么呢？想要下大雨了，一场天黑了，有的时候我们看要下大雨之前天不都黑了吗？白天晚上你也搞不清楚了，可以啊，一生啊，龙王他可以啊。点铁成金，炼铁，把铁里面的金属把它融化成，就是把金子弄出来。此皆是静水势至短，所变势皆成，亦是为势。一个是为，一个是势，一个是为是神，一个是势，势是分别执着，势就变得出来了，为就可以了。这第二个，若是加多衍那所变宫殿金银等皆不成就，故知离心更无实境。你假如说是幻化像变把戏的话，障眼法的话，加多眼那做个这个水是成楼的话，那就不可能的。水是成楼是不能够住的，只是一个幻境，所变的宫殿金银等那是个幻化的，皆不成就，不会成为一个事实。故知离心更无实境，加多眼，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常说的幻化的钱达婆城，钱达婆城他没这个能力，说他能够幻化一个幻境出来，但是你没办法去摸，你没办法触，没有办法去碰它，你没办法使用，因为它可以。变化宫殿，幻化的宫殿经营不能够用，因为功力不够。那八地九地的菩萨他功力够，所以我们能够去看，能够去触摸，能够去用。论云，凡变经营宫殿者，是时定果色，从初地以去方能变。若曰自在八地以上菩萨，于相极土皆得自在，以上品定心有大势力，所变金银宫殿等皆得成就。如变金银锻炼作诸器具，实得受用。其所变金银是实定果色，皆不离菩萨内心，视其为是，心外无界。所以说这在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在相分，他在相上面以及在实物上面他都自在，他不是叫钱达婆的虚幻的。就好像我请你吃饭，我说我请你吃饭，好说先上一道豆腐，我就说了我没去做，你吃了吗？你没有吃到。但是我说我请你吃饭，我去做了豆腐，我去拿了饭，你吃到吗？你吃到了。一个是虚幻的，嘴巴说说而已，没能力做；另外一个是实际行动去做，他这个也是一样。有的人是心有这个力，但是幻化出来的众生不能够使用；另外一个是有这个能力，众生能够受益。凡是能够变出来金银宫殿，是实定果色，实相。在定中所显出来的果以及它的相，在实相，我们如果心藏实相里面，你想的事情你都做成。我们实相无，实相是什么呢？心中没有执着的相，外层一切都了解，叫实相。
真实的相就是没有相，在定中，定果摄，在定中，你的心想要做什么利益众生，众生就可以受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转化算话，我跟各位讲一句话，你平常练习练习讲话算话，讲话算话，你只要讲什么话让人家受益，他真的受益。我跟你说，你自己有时候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所以有的蔬菜馆人说啊，某某人某某人，你每次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客人来，再说一次两次，你自己不会知道的，不可能知道的。没事你来我们这餐厅吃饭，我们这天生意最好，这些事情还不能讲破呢。所以你让众生受益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你去买东西，这家店根本就没人，老是清清淡淡没人，你一去一大堆人都来买了，就是这样，很热闹，一大堆人都来了，就是靠平常讲话算话。我跟各位说，你讲话你得算话，你讲话不算话，你就骗佛嘛，骗自己嘛，这就糟糕了，不是修学。你说什么事情你就要做到，这叫定果摄。从初地已去方能变，初地以上的菩萨就能这样了，转化算话。若曰自在八地，那八地以上菩萨于相结土即土，在相分上面，在实质的东西上面，他要变都可以自在。以上品定心有大势力，以上品他在上上品，上品他的定力，说了心就有这个作用，所变金银宫殿等皆得成就。他要变，他就是真的出来，不是个幻化的。如变金银，他就真的会出来了金子、银子，然后众生可以把它再加工，做诸器具，实则受用，真正的可以用。那不是像有的民间的哈，那他说我们所说的民间，其实就没有民间，也没有阳间，其实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就很多人说。我们人呐、是在阳间，死的人在阴间。我说你才在阴间呢。如果死的人在阴间，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所谓的阳间没有佛呀，没有菩萨呀。那我们上供的时候，白天上供，他们这是半夜呢。那你上供干什么？他们吃饭啊，半夜吃饭呢、我们知道，诸天是一大早吃饭，佛是中午十二点。吃饭吃吧，菩萨任何时候事情做完才吃饭。那么我们在十二点、十一点半、十二点以前要上供，那么刚好是半夜，半夜谁吃饭呢？和鬼吃饭。那你说你在上供不是没有用了吗？那我们做法会是在白天，但是诸佛菩萨都在晚上，谁来参加呀？所以我们众生说的话很多是不对的，是矛盾的思维。只要有一个人说错了，大家都说错，都不经大脑，都不经大脑，都照样照着说错。所以我们祖师很多人讲的话是错的，我们好好思维一下，要纠正。再说人死了，七七四十九天就往生，往生哪里啊？他认为是往生回来的，不可能。七七四十九天的什么意思呢？七个七天把他叫醒，因为人死了之后又没学佛，心就慌了乱了，他没有地方去，他没有安排一个要去的家，所以他的六神无主了，七魂六什么七魂六魄都散了，要用七次把他叫回来，把他的心神再凝聚起来，七次把他叫醒，让他知道他在哪儿。这不是四十九天又回来了，哪有可能？那么所有出生的小孩四十九天就死了，因为他们都从那边来，那么出生四十九天都死了吗？不是这么说的，很多人胡说的，很多东西是不对的，也没阳间也没阴间，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太阳，那阴间人不见太阳啊，那阴间人不见太阳，他们大半天干嘛啊？他们白天睡觉，不对的。
所以你们想想看，我今天跟各位这样讲，你们想想看，你不要再随着外面那些人乱讲了，那就变得非常的这个矛盾。佛法是没有矛盾的，所以有了这些金银，众生再加工就可以做成器具，实得受用。其所变金银是实定果色，皆不离菩萨内心，是即为是心外无尽。若诸声闻及地前小菩萨等，若变金银宫殿时，即托菩萨所变金银宫殿以为本职。第六世所变金银等，皆不成就，无实体用。然所变金银是假定果色，不离声闻诸小菩萨内心，视其为是心外无尽。你假如说在地前，出地以前的这些小菩萨，三贤位的菩萨，得到三贤位的，我们虽然说小菩萨，我们读到华严经的时候，知道四诸菩萨的能力就很大了。但是他这里小菩萨，他指的是以地上菩萨来说的，来比较的话，来说是小菩萨。那华严经里面的初住、二住、三住、四住、四住离前居士，他的修为、他的能力就很大了。所以地前的小菩萨，他要把金，他要变出来金银宫殿等，即托，他也是借着菩萨所变的金银宫殿为本质，他是第六世变出来的。这些小菩萨是用第六世来变出来，因为第八世上面一生生没有嘛，一根一起就会现出色身来。那第八世上，他的第八世上面的一生生没有，一生生真的一生生是第九，就叫九地菩萨。所以菩萨是用八世上面的，也就是，九世上面的，阿摩罗世上面变出来的。那么这些小菩萨都还在第六世上面，他变出来的皆不成就，没有实体，是个幻化的。但是它能变出来的金银是假定果色，不能用的就在那假。就如同我刚要说的，就如同民间的要不要坐计程车啊？我们说的民间，那么要不要坐计程车？还是要坐计程车吧，是不是？我们之前听过很多的事情吗？啊，谁家的什么小猪要生了，在生之前嘛，那有一个人嘛，就载的一个什么人，经过九弯十八转吧，在台北的一个什么九弯十八转，靠近那个基隆那边的，是不是？啊，乌来啊，那个九弯十八拐那边很危险的嘛，他就载了一个人嘛，说他要去某一家嘛，半夜三更的就载着他去，还要赶时间。去了之后呢，然后到了一个地，那一家就下车了。下车之后，那个女人就下来。下车之后呢，他也给他的钱呢，也给了钱。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这个钱变成冥纸了？也就是说，我们烧的那个冥纸，这个汽车司机大惊失色，怎么变成冥纸了？赶快去看看我昨天送的那一家到底怎么样了？那个女人是不是那一家？他就跑去那一家去找。那家人说，我们没有这个女的，不过我们昨晚呢生了一堆小猪，我们的猪生小猪了。那什么意思啊？投胎去了，投成猪了。说民间它有色身是人相，但是呢，如果善业不够的时候，它也变成畜生道了。民间还是跟我们人间完全一样，都在一个虚空里面，都在一个太阳底下，只是五阴的不同，让你看到，让你看不到。哪有什么民间，哪有什么阳间？你看咱们星期五会里面下课了之后发生的事情，马上老师知道了吧？你们不要认为，哎，老师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写的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老师让那个不知道的人他告诉他，圣人
八七六凡夫六七八，这个人他没有在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不晓得，那他就写一个这个。那在场的一看，哎，明白什么意思，就是这样。你不要认为我们长老难道到都在的，讲课的时候他都坐在后面，都坐在后面听我们讲课，你们看不见他，他都在。我常常看见他，不是眼睛看，常常看见他。你不要你们在家说些乱七八糟的事，他不看你们乱七八糟的事，他也知道乱七八糟的事，讲谎话呀，啊，在干什么？那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小孩啊，小学生嘛，三年级，女孩，她说：“高爷爷，那我们上厕所你会不会去看？”我说：“谁看你呀？”同样道理，有的时候我也在说想：“哎呀，那我们上厕所，我会不会知道？”有天老师就上课的时候就说：“我才不会管你们乱七八糟的事，只在法上面教你们。”那你们放心吧。但上厕所得关门呐，一定要关门的。所以这个变得虚幻的，像钱达婆变得虚幻，这个叫假定果色，也没有离开声闻诸小菩萨内心，还是唯识，心外无境，心外境都是我们变的，所以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都我们自己变的。我们一般人说因缘所生法是吧，如果我那个没有那个念的话，因缘也不生法呀。山河大地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还是要有那个心，让因缘所生法。就如同我上堂课所说的，有些人呢觉得这个在世间上太苦了，我不来了。第一个，你太骄傲，你有能力不来吗？你不要功高我慢吹牛，谁敢说谁不来了，不到那个世间上。第二个，结果他马上被老师喝责了，被我们老师喝责，你还要做人呢，很大声的说你还要做人呢。为什么要做人？做人才能够成佛，成佛在人间呢，你不来到哪去做鬼啊？千万讲话要小心。我上次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人转发，有一个出家人说，我这一生是最后一次跟你们结缘呢，我再也不会来了。好骄傲。你来与不来不是你说就算了，而是要你说的你的修为来做决定。我们不要说我们不来，我们还要来，为什么呢？刚说了，成佛是在人间，你不到人间来你成不了佛。所以华严经里面菩萨不畏生死，不怕生死的，还要跳到生死海里面，因为成佛成菩萨都在人间。这就是读经啊，读偏了，所以他能够讲出这个话来。又古德云，色自在心生，古心能变色，所以移山覆海，倒地翻天，脚长河为疏勒，变大地为黄金，心无难事。古德也说了，因为他心自在，他能够把色能够变得很自在，所以他能够移山，能够覆海，这个他都能做到。我记得有一件事，差不多在三四十年前嘛，在基隆天显宫韦陀菩萨那里，他要举行一场法会，但是那天下大雨，会下雨，结果后来在前一天呢，因为我也在场嘛，大家都已经走了，就留下来一些经常在那边的人。他说没关系，我一吹把它吹散，我要举行法会的那段时间不会下雨。他又吹的，也就是他有这个本领，他有这个本领。我不是跟你们说，有的时候我们下大雪啊，我要进来的走的部分，我要停车的部分，我要进来的部分，没雪，好几次不是跟你们说吗？
就是同样道理。所以我们要观察细微一点，不要把它当成无稽之谈，你就学不到东西了。二，谁观察者智，转智者。谁观察，我们要随着观察者的这个智来转。无性菩萨云，无性菩萨他就说了，为诸声闻独觉菩萨等，若修苦空等观得相应者，或作世地观时，随观一法之上，唯有无常、苦空、无我等众相显现显然，非是诸法体上有此众多苦空等意，但是苦空等众相即是诸法之体，若无无常相于圣人观心上有者，故知一切诸法皆不离观心而有。你比如说你观苦空无常无我啊，你观苦常无生闻缘觉这些嘛，他没修苦空等，他观他来证观道，来先观然后体会，证就体会了。或者是说苦集灭道，你观一个或者同时观四个，唯有无常苦空无我等众相显现。那么四法里面你都观四法，四法一体的话，那么你就体会什么是苦空无常无我，而且你会显出来苦相。你会，你看有人在那里静坐的时候啊，他的眉毛老是揪的，显现苦，整个脸上显现的苦相。一者如果是凡夫的话，他有心烦的事；一者是修行人的话，他就是观苦，他显出来就是苦相。所以你心上显，你心上是什么，你显什么，都是你心里面变现出来的。三，谁无分别智转智者，为菩萨根本智证真如时，真如境与智名合，能所一般，一般就一字，更无分别，离本智外更无别境，即境随真智转，是故说为心。如小乘若执有心外实境者，即证真如时，一切境相何不显心。说大乘菩萨，你的真如跟真理合为一个的话，达到根本智的话，合为一个的话，你要做什么就会成什么，你说什么别人就受益什么，没有外乘。假如你们修小乘的，你们执着心外的是实境，你们就没有办法证真如啊，而且你们外境你们变不了。所以菩萨成就世智者，以为是理，决定悟入。所以叫对以为是道理要明白，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道理。今天讲到这，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所以大乘就是在心上面要转变。